那这么精心来相亲啊？我不是，他们搞错了。我是以为这是环保联合会的活动啊，都认识一些环保爱好者，工作需要嘛。哎呀，相亲又不丢人，别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是来相亲的。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，真的吗？这种非必要的社交活动，我就不愿意参与啊。哎，那你呢？相亲啊？啊？反正来都来了，顺便相个亲喽。